大家好，我是任科。今天呢，煮肚包肉呀。肚包肉，你们爱吃肚包肉，说现在我肚包肉给你煮了。想吃这个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来，看看都行。哎呀，哎呀，哇，这么多！我吃六个，我吃八个，我十个就行。哇，我吃两个就够了。啊，大家看看，这是我们的肚包肉啊，圆圆滚滚的肚包肉。现在这煮呀，冷水下锅，清水煮。来，加火，锅也盖上。一个小时能吃了。你看看天，你中午来的，现在快晚上呀，你还没做。哎呀，羊也都跑了。嗨，没事哥，吃完了再说吧。哎呀，别讲了，就等肚包肉了。一会儿把肚包肉搁这儿，然后搁点葱叶子，还有这个枸杞，好你能喝了。哥，你尝一口啊，尝的特别好。好好好，先尝尝，没听过呢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啊，真的太好了。